纪怪女孩。黑色充满着神秘，衣服跟裙子呢运用的是环保概念的材质来凸显最怪女孩的特色跟叛逆世界。用黑色的网纱呈现出了娃娃般的邪恶，同事之间呢也配合着欧美风跟搞怪的妆容，勾勒出五官的深邃。在头发，我们也能看到朋克风的呈现。让我们一同抵达。